我怀疑丑儿所带来的那个女子，她似乎是魔教中人。不会吧，魔教女子怎敢来我华山横行啊？是真的，我看见她所用的剑弓跟当年我们跟袁我行打斗的时候袁我行所用的颇为相似。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可得好好的从长计议一番了。令狐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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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干什么？危险！你这个魔教妖女，胆敢混到我华山派来，今天我就让你命丧华山。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让我死吗？你太小看我了。停止，大妖，好，快，我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就算她是魔教妖女，我们如此暗算她，这也……哎，对付这种魔教妖女怎么能够手软呢？哼，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儿还有华山弟子全死在她手上吗？给我杀了她！在令狐冲输送内力之时，一心要压住屈阳的内力，结果损耗过度，偏偏这个时候内力提不上来，糟糕！啊！岳不群，你这个伪君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等着吧，早晚我要让你们华山派变成无门无派。觉得好多了吧？好多了。那就好。怎么了？该不该把她是魔教妖女的事情告诉大师哥呢？你在想什么？没什么。东方姑娘跟我说，她突然有点急事，要先走，过一阵子再过来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来像一阵风，去也像一阵风。是啊，他是挺古怪的。哦，对了，现在什么时辰了？天都快黑了。哦，难怪，肚子都有点饿了。饿了，那我去拿些吃的给你，好不好？好。
可是你要是能一直这样对我，那该有多好。可惜一切都过去了。师兄，他现在活着离开了，会不会回来报复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不如我们下山躲一躲吧。躲？也好，这样吧，通知所有弟子，就说我们即刻启程上嵩山去找左冷禅理论。上嵩山？不错，万一传了出去说我们是为了躲那个妖女而离开华山，这岂不让天下人耻笑咱们？但如果我们上嵩山去找左冷禅理论，他们反倒会佩服我们有胆色。不过这次咱们可不能带冲儿一起去。为什么？舟车劳顿，我怕他身子撑不住。那冲儿他怎么办呢？哎，当日在思过崖，要不是他误入了剑宗魔道，我早已将紫霞神功传授给他，只要他背熟秘诀就能为自己疗伤，又何至于落到如此的地步呢？师兄，既然紫霞神功可以救好冲儿，不如我们就把紫霞秘籍留给他，让他自行疗伤吧。绝对不行，紫霞秘籍乃我华山绝学，万一丢失落入魔教手中，这叫我怎么对得起华山的列祖列宗啊。上嵩山？师父，请恕弟子直言，五岳剑派虽是同气连枝，可即便是左盟主也无权过问掌门一事。是啊，师父。本来只要是能够光大我华山派的事，由谁来当这个掌门人都没关系，只是剑宗如今已堕入魔道，如果还由剑宗的后人来指导华山，那我华山的百年基业恐怕就要被毁于一旦了。虽然只剩下一个剑宗的余孽，不足为惧，但一旦他勾结上了嵩山派，这件事就不简单了。所以师父准备上一趟嵩山去找左冷禅讨个公道。德诺。师娘，我们这次是轻装简行，所以你通知其他弟子让他们先回故乡，等我们从嵩山回来之后再召集他们回来。是，师娘。师父，可是大师兄他现在身负重伤啊。这次出行路途遥远，所以你师父决定让冲儿留在山上养伤。娘，所有人都走了，那由谁来照顾大师哥呢？嗯，大友，你就留在山上照顾你大师兄吧。是，师父。师姐，你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啊。你别骗我啊，你每次心情一不好的时候就喜欢皱眉头，你是不是在担心大师哥？皇上。小林子，大师哥他对我一直很好，可是他如今伤成这样，我们却把他一个人留在山上，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他。小林子，要是大师哥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知道，师姐你不用担心，现在有陆师兄照顾他，大师哥应该会没事的。前面就是客栈了，咱们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林芝啊。师父。
你去看看前面的客栈好不好？好的话，今天晚上就在那儿留宿了。不会是那个魔教妖女回来寻仇来了吧？你干什么，陆恒？是我，小师妹，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小师妹，大师哥，你感觉怎么样了？感觉好多了，没事了。你看，紫霞秘籍。紫霞秘籍？嗯。我爹说你身上所进的是旁门左道的真气，只有用本门最上乘的内功心法才可以化解。陆恒，哎，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大师哥听。好。哎，不过你自己可不许偷学啊，你要是偷学了，年小的爹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小师妹，我的武功底子差，我哪敢偷学呀。大师哥，大师哥，你看紫霞秘籍，师父破例把紫霞秘籍传授给你，这下你就有救了。我真的有救了。这个秘籍不是爹给我的。啊，你偷的？这要是让师父知道，这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爹难道会杀了我不成啊？只要我救得了大师哥，爹和娘也会很高兴的，到时候他们哪还会顾及这些啊。哎，说的也是啊，如果真的能治好大师哥的话，师父一定不会责怪下来的。那是不行，马上把秘籍还给师父。啊，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拿出来的。大师哥，我又不是让你偷练别派的武功，只是练好本门的内功而已啊。哎呀，是啊，大师哥，再说你也不用完全练完，只要练得正好，你把你体内四道真气排出来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是本门的大师哥呀，师父早晚会把紫霞秘籍传授给你的，现在只是练得早了一点而已嘛。哎，我再跟你说一次，师父没有亲自传授，我绝对不会练紫霞。大师哥，你别激动。陆恒，哎，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大师哥修炼紫霞秘籍，嗯，也不枉费我跑回来一趟。小师妹，你放心吧，我会劝大师哥练的。哎，对了，师傅他们今晚住哪儿啊？福来客栈。福来客栈？嗯。福来客栈离这儿有30里，来回有足足60里啊。我现在只希望大师哥早日康复。我得走了，陆恒，好好照顾好大师哥。嗯。小师妹，路上小心呐。是我，小师妹她走了。她走了。啊。大师哥，小师妹她真的很惦记你的，她大老远的专门从福来客栈给你送紫霞秘籍过来，然后她走的时候还千叮万嘱，让你一定要练神功疗伤呢。大师哥，你别辜负小师妹的一番好意啊！我要开始念了，你听好了。天下神功，以炼气为证。喂，啊，念什么？紫霞神功第一章啊。我不是说不练吗？你念什么劲儿？大师哥，你别这样，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也为小师妹考虑考虑啊。万一你有什么不测的话，那以后谁来照顾小师妹啊？原为天授，我说不练就不练。大师哥，你
你的穴道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动解开。我呢，离这本秘籍越远越好，免得我死了以后，人家说我练自家神功，练到走火入魔而死，明白吗？你看好了啊，这个秘籍放在枕头底下，记得还给师父，知道吗？走了。江南名医，你也心灵高手，你也华佗在世，还有你们这帮混账，连我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毒你们都解不了，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大侠，我们真的没见过这种毒，你就饶了我们吧。是啊是啊，这种毒我们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解？解不了，帮我缓缓也行啊，至少帮我争取点时间，好让我去找那个平医治啊。这实在是，实在是什么？啊，我知道了，你们都是些庸医。既然是庸医呢，就不应该活在这世上，都应该去死。大侠，救命啊！大侠，救命啊！大侠，各位大哥，我也不想杀你们的。你们不会故意给我藏了一手，怕我不给钱吗？没有啊，有办法了，我给你们每人喂点我的鲜血，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医。哎，哥哪能不疼呢？等等，大侠，我们正在想呢。看来这人是个疯子，如果咱们不给他治，早晚就给他弄死。这还不如咱们先把他给整死。好主意。雷大侠，大侠，我们知道怎么治了。真的？是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们这帮老小子，不逼你们，你们就想不出办法来。快说，怎么医？很简单，既然你中了毒，我们就先施针，然后再把你绑起来，最后才能把你的毒散出体外呀。好。有必要扎那么多针吗？光这样散毒，毒散不干净，必须出身汗。但是你在这桶里又不能跑步，我们觉得你从这里滚下去比较好。是啊，就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都得滚。滚啊！田兄，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样啊？喂，田兄，行不行啊？不行了。真没想到，我此生最后见的一个人，居然是你。我也没想到，我最后跟你死在一起啊。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来一壶美酒的话，该有多好？是啊，要是再来个女人，那就更好了。狗改不了吃屎。华山大弟子居然沦落到跟江湖下九流淫贼结交的地步，哼，真是可笑啊！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你们不要以为有妖女给你们撑腰，这件事就算完了。我告诉你，正是正，邪是邪，永远势不两立。就算岳不群夫妇把这事告到左盟主那儿，也不会有太多改变。这不，两夫妻才刚刚下山，你们就被我抓到这么大一个把柄。你想怎么样？想你们死。慢点。没事吧，田兄？当然有事了，要不你试试。哎呀，要不是我中了毒，他才不会是我的对手。真是虎落平阳，没玄气呀！起来，少废话，凌浮冲，如果你还当自己是正派弟子的话，就一剑把他给杀了。
我看你啊，你没比他好到哪儿去，要我杀人没门。好啊，那我就杀你们两个，然后把你们的衣服都扒光，游街示众，就说你们在行苟且之事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看你师父还怎么做君子剑。要做苟且之事，我只跟你做。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你不想跟我做也不用打我嘛，快起来。怎么样，是我帮你们脱还是你们自己脱呀？哎，我说你怎么有这爱好，你不动是不是？好，我来动。哎呦，停下，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脱不脱？令狐冲，不要被他欺负，老子死了就死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我成全你。等等，我脱。啊！哎呀，太不像话了！你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你爹说一声呢？我就是怕爹不同意，所以我才……所以你就偷什么？师兄，伤儿也是救冲儿心切，所以才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挂山的门规，如果没有经过掌门人的同意，就私自偷看秘籍，该当何罪？爹，这件事不关大师哥的事，你要罚就罚我好了。你给我闭嘴！立刻跟我回华山去，走。师兄，我跟你们一起去。不用了，你带着德诺他们在十里外的韦陀庙跟我会合吧。走。没想到啊啊！今天你们两个落在我的手里啊！哎呦！我看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把解药给我吧。东方，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怎么对你了？你那天为什么要引我去悬崖？你是不是跟你那个伪君子师父串通好的？你想杀我？我为什么要杀你啊？因为我是魔教的妖女。那你是吗？如果我是你，真想杀我？你在说什么啊？我当然不会了。真的不会？不会。放开我大师哥。师父，岳不群，你来得正好，我还没有找你算账。你究竟想怎么样？你暗算我，还问我想怎么样？我想杀了你！东方姑娘，你怎么样？爹，他好像受重伤了。哼，妖女，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受死吧！爹，师父，他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是魔教妖女，如果你不杀他，一定后患无穷。可是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情啊！那也不能放过他。先生啊，快带他走啊，快啊。冲儿，让开，来，快啊。我好啊，先走，快，冲儿。大师哥，大师哥，你怎么样了？冲儿，你真是太糊涂了，你怎么能放虎归山呢？师父，请恕徒儿不孝。紫霞秘籍呢？在陆侯那儿。师父，小师妹是为了救我的性命
才偷紫霞秘籍的，你千万不要怪他。如果师父没有允许我，我是绝对不敢偷看紫霞秘籍的。走，回华山。走吧。大师哥，你慢点。陆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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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我只是点了他的穴道而已。啊，原来是这样，吓死我了。重儿，快去解开他的穴道。是，师父。陆恒因为我不肯看秘籍，于是要念口诀给我听，我阻止不了他，所以才点了他的穴道。哦。陆浩儿，陆浩儿，师傅来了。陆浩儿，陆浩儿，你点了他什么穴道？他死了。死了？死了？陆浩儿，陆浩儿，你醒醒，陆浩儿，陆浩儿，陆浩儿，师傅，怎么了？他不可能死的，我刚只点了他的攀中穴而已。秘籍呢？陆恒，陆恒，秘籍呢？陆恒，师傅，我走的时候明明就放在这里的。你，大师哥，师傅，徒儿知道错了，徒儿不孝。你，都是女儿不好，你别怪大师哥了。师傅，一定是有人偷了紫霞秘籍，徒儿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也一定帮师父找回来，你也不去。如果找不回来呢？万一被人给抄了呢？那还能是我们华山派的独门绝学吗？重儿，你老实说，如果是你拿去了，把它交出来，师父不会怪你的。师父，徒儿向你保证，要是有人偷看了紫霞秘籍，有十个杀十个，有一百个杀一百个。如果师父还是怀疑是徒儿做的话，那师父就一枪把我打死吧。爹，大师哥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爹。哼，怎么会这样？会这样，陆恒，陆恒，师父跟小师妹去了这么久，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是啊，师娘，要不我跟二师兄回华山一趟吧。嗯，这师娘是林师弟。师娘，师父他们回来了。师兄。师父。大师兄，你的伤势好多了吧？哎，陆师兄呢？师姐，冲儿，到底出什么事了？
是为了治好大师哥的病。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罗浩也不会死，连他四下力气也不会不见了。你跟大师哥青梅竹马，感情甚好，你没有理由见死不救的。你不怪我？别傻，怎么会呢？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小林子，你说老天爷他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要让陆浩那么早就死呢？不要难过，师姐，相信陆师兄的在天之灵，知道你这么难过，他一定不会安心的。小林子，师父和师娘如果看到你这么难过的话，他们会更伤心的，你懂吗？真没想到，我们一离开华山，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紫霞秘籍究竟是什么人拿走了？当时在华山上，也只有冲儿和大友两个人。莫非你怀疑是冲儿杀了大友，然后偷走了紫霞秘籍？师兄，冲儿从小在华山长大，他的性格你应该很清楚。但不是他，又会是谁呢？是谁我不知道，但一定不会是冲儿。我也希望不是他。想不到师父还是怀疑我。在下正是华山岳不群，请问诸位是何门派？我以为岳掌门只对辟邪剑法有兴趣，原来对我们无名小卒同样有兴趣。既然是无名小卒，就不要打扰我师父，滚！听说岳掌门收了锦衣卫都统林振南的儿子为徒，素闻你们剑法神通，独步武林，对辟邪剑谱想必不屑一顾，所以我们斗胆向岳掌门借剑谱一看。我想诸位都弄错了吧，在下并无辟邪剑谱。不在你这里，在哪里？请岳掌识相把辟邪剑谱交出来，否则就怪我们手下无情。大胆恶贼，竟敢口出狂言！上！
然落入你们手里，要杀就杀吧。岳某人在江湖上众所皆知，杀我容易，想败坏我名誉简直做梦。坏你名誉还不容易吗？你的夫人女儿相貌都不错，我们不如大伙儿分了去做小老婆，这样一来你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更加的大名鼎鼎了。岳先生，我们的来历或许你已经猜到了三分，我们并不是武林中什么白道上的英雄好汉，没什么事做不出来。众兄弟有的好色成性，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爱，与你面上可不大光彩。那好吧，既然你们不信，尽管在我身上搜便是，看看究竟有没有你们要的辟邪剑谱。哼，我劝你还是自己献出来的好，一个个搜将起来，搜到你老婆女儿身上未必有什么好看。你别乱来啊，一切祸事都是因为我林平之而起。我告诉你们，我们林家是有剑术，但是传了很多代，到了我这代已经没有什么辟邪剑谱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信不信由你们。好，那我今天就杀了你。住手！在下嵩山派陆白。原来是陆三侠，幸会幸会。不知几位尊姓大名，何不以真面目相见呢？我们多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南平之敌的北号若是说将出来，怕是玷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人人皆知福威镖局林家有一部辟邪剑谱，炼制可天下无敌。林振南夫妇被害，便有人眼红这部辟邪剑谱。林振南夫妇到底是被谁所害，外人不知详情，我们只听说这位君子剑暗使诡计，骗得林振南的儿子死心塌地地投入了华山派门下，那部剑谱自然也带入了华山派门中。那恐怕也不见得吧，华山派的剑法精妙，而且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是独步武林，乃是最神奇的一门内功，如何会去贪图别派的剑法呢？岳不群有什么精妙剑法？他华山派剑气两宗分家之后，气宗霸占华山，只讲究练气，剑法平庸幼稚之极。可是众位亲眼目睹，眼下他们就是为我们几个无名小卒所擒，岳不群当然有自知之明，他是急于得到辟邪剑谱，好精研剑法，以免徒有虚名，一到紧要关头就出丑露乖。这几句话倒也在理，我们这些黑道上的无名小卒，说到功夫在众位名家眼中看来原是不值一笑，对那辟邪剑谱也不敢起什么贪心。不过以往十几年中，承蒙锦衣卫林大人瞧得起，每年都赠送厚礼，他的属下处理公务经过我们山下，众兄弟都冲着他的面子，谁也不去动他一动。这次听说林大人为了这部剑谱闹得家破人亡，大伙不由得动了公愤，因此要和岳不群算这笔账。既然今日碰巧有与华山结盟的五岳剑派高手在此，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置，听凭陆三侠吩咐，在下无有不尊。这位兄弟很够朋友，我嵩山派领了这个交情。华山派掌门人之位，依我们左盟主说，理应由封不平封先生执掌。岳不群今日又做出了如此卑鄙无耻的事情来，我想还是由封先生自行清理门户吧。众位给在下这个面子，当真是感激不尽。岳不群，你嫉恶太深，罪不可恕，依华山门规应当处死。哼，剑宗的后人为了华山掌门之位居然出此毒计，封不平，就算你把我杀了，日后你又有何颜面再见我华山的列祖列宗啊？呸，果然是个伪君子，死到临头了还在作戏。好，那我就送你一程。